出，不是我们出吧？没有啊，是就是我们出啊，我们自己有一摊。是我的摊是盖啊，饭菜换什么？芒果啊，没有，我们就说了，就是我们会做的，你先不要讲话。董班家会才会去招揽两摊。 因为我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盘，芒果冰沙，我妈自己一盘，那你要想菜单哦，可以啊，可是我们来做冰沙，我们自己可以，我觉得冰沙可以，但是感觉会很容易，很快就融化了。我是以赚钱为目的，我们是以就是复兴整个余光岛，让它就变得活络为目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什么？所以我们对啊，我们也不用那个，对啊，不用赚钱啊，也不用赚钱，那就算了。所以你要帮他啊。好啊，我们这个市集呢，跟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有点像是综合市面上。 上所有实境节目，因为我们要经营，然后呢，我们又要出摊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又要做。出摊不是我们出吧？没有嘛，是就是我们出啊，我们一开始有一摊，我们店早上那个有一摊，那个就是我们这一摊啊。我们这一摊就是跟芒果摊是盖哦，对，太伯赢了吧？我们这一摊，不然现在换什么？我们就去批发芒果来卖，就好了，就是芒果啊。我想到破解的方式了，制作单位要这样搞。 我朋友刚好在南部种芒果，我们就买他芒果来卖。哦，伟哥啦，伟哥，对对对对对，芒果全部都是芒果，是我们这一摊，对，我们这一摊就是卖芒果的，我讲不讲过吗？不是，我以为是整个事情都是。不是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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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是我们店，店长，我们店名要叫今天好忙，然后就卖芒果。对对对，你们就负责随便要干嘛都。他们两家谁赢？今天好忙。对，你们就今天好忙，但我们整个市集叫海派市集。海派市集，我们整个大市集叫海派，因为我们包罗万象，海派立马帮帮忙，立马帮立马帮帮忙，就大家就一直花钱。 你要讲什么？觉得我们要卖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主要摊位就是卖芒果，但是其他的对，其他的我们会招商，招蛋糕的啊，招炸物啊，招什么的。对，我觉得分配的很好，就是抽完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是各自做各自的，也蛮好的。但是那个理解能力真的是，哦，原来芒果是我们这摊要做芒果。 然后聊完，哦，原来芒果是我们要做，刚刚不是讲过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有在乎？哦。